赶紧抓紧给他盘了切，不然等下罢了，来不及呀、啊。这边抽干了，我下面九玉剑挺多的，我这边还有一个坑，给他一起抽一下。那这边让他抽，我们下面去找一圈，抓住了。抓紧，看住！上面举抽了，往这下面捋。哎，哦，死掉，大哥。哎，这边一条死掉，对，死掉，大哥。滚！哎，失败了。哇，前面躲着一只花青蟒。有点吓人，给他抽了些，来，石板先给他抽了，哇，这石板转了，看这边还有一条，花青蟒，哇，还追远近来了，我们要抓紧给他抓了，大货，来，这底下，哎呀，蟒是不要了，赶紧贴上旁边，先抓鱼再捉，准时远近来，这边先找一下。竟然这么多！来，这里，我没戴手套，记住吧。赶紧找！又一条石斑，哇，这条大，这条应该有个三四年应该有了，还追远进来了，我们要抓紧了。哇，一直都湿了。哇，四面八方的还追远进来，我们在底下再找一圈吧。没有就等正面那一坑给他抓了。九玉仔，这下面差不多十几米的海峡沟啊，捣乱的十几米海峡沟。来吧，就抓了这几条货，现在全部希望就在正面了。走，海军人进来了不早。哇，哎，看，过来看，这边。家人们有没有看到胡萝卜了？走路啊，走路，先问你一眼，给他走了，可以，再找上去。哇，这边一堆啊，遇到萝卜了吗？哇，都往外面跑，跑哪里去？一个，两个，又一个，三个，可以呀、啊，哇，一堆啊，继续，来，这主管给他拿起来，哦，到达上一定要把成本拿回来，不然就亏大发了。都是螺，密密麻麻的都是，不要看。喂，这边，哇，发财了，这么给力。别跑，我们轻点，别跑，我给你放。哦，直接可以了，发财了，今天发财了。哇、哦，这应该叫老三巨渣卧坑啊！巨渣搁浅在这巨坑里面，哇，这是够大，哎，是母的，这是够长吧？走，我们。我别动，这么给你，那我不抓他了，我们看中火，走，哇，今天到账可以呀、啊，这条大炸鱼，我看一下，这差不多二十吧，二十、四十、六十、八十多，应该九十多吧，哇，一条猫炸九十多公分啊，巨炸。我在这十几米长的海峡沟，倒在海峡沟被大群给断了，可以呀、啊。今天这个是捡漏，可以。这一只我赚一下，差不多，最起码四五斤吧，也可以卖个千百块。哇，然后石雕啊，还有这花青蟒，然后螺啊，什么都有，可以呀、啊。还有这个，哇，这个也是直接货，也可以卖个一两百。今天反正这最早可以卖个1800块的，就最早的，具体多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赶紧就拿回去。哎，我表哥那边过来了，船过来了，我们就抓紧的整理一下就回去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呢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